好，我是来自上海的小若水。之前我的体重有130斤，没在这里学习的时候，单纯的以为就是吃得多，然后才胖的。后来通过学习、听答疑课、参加训练营之后才知道，主要是因为这几个原因。首先呢，是我不会爱自己，内心缺乏安全感，就用脂肪来保护自己。用食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，再有就是长期的对老公的怨恨，还有在生活当中各种的不满所积压起来的思想上的垃圾。慢慢的通过辟谷学习心法，我复食之后体重也不会再反弹，最重也不会超过90斤，而且身上还很圆润，看着健康也精神。